关了。我的衣服好像暴露了。需要你，我是一只水里的空气，是你手心有个坏脾气，没有你像一滴水的雨快要活不下去。今天的眼妆其实跟大部分时候是一样的，就是你们老是觉得晚上好，为什么你们就是可能太直男了吧？有的时候我画的眼妆呀，就是跟大部分时候都是一样的，然后你们就觉得会不一样，我也搞不懂。能不能让你清醒？爱是快乐的，其实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我只有真心，因为我一般只会画一种眼妆。晚上好，看你这话说的哪天不好看呢？我是一只水里的空气。谢谢。我去拿一瓶。谢谢阿荣送的糖果。因为今天300天呀，肯定得有一个仪式感。我这么注重仪式感的一个人。我火速的化了个20分钟的妆就开播了。晚上好。主要是普天同庆的事情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喜悦。谢谢阿荣的玫瑰花，谢谢大家的发电，虽然还没有，但是谢都谢了，总不会没有吧？哎，我的刘海，今天肯定要吃番茄炒蛋呀！我已经快变成番茄炒蛋了，每天都在吃番茄炒蛋。今天晚上食堂做的真的是番茄炒蛋。时间过得好快啊，其实这两天也是就是我来广州的第一年吧，算就是我去年这个时候来的广州，只不过待到1月份出道而已，12月31号出道而已。其实这两天，去年的这两天，我就来到广州了。是啊，就是来面试，然后11月份初做的，就是住进来的。是啊，好吃胖一点就不会。吃胖一点就不会那个。这怎么播着播着还给我强制下线了呢？我以前不知道，我前两天也有一次。谢谢300天快乐。
同乐同乐同乐。嗨，晚上好。谁忘了要给你温柔？你发呗，你发给我看看呢。所以为什么他总是崩呢？去写作业吧，好好写作业。谢谢谢谢大家，我们还有无数个300天。其实也大可不必无数个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。谢谢771送的荧光棒，下周五颜赛的。既然港了就港一辈子好吗？谢谢 NYK 送的荧光棒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。对啊，你未成年，你怎么给我发翻牌？就是不用在意那些细节。我准备留齐刘海了，我准备以后都冲锋呢。我们姐姐说我中分好看一点，比齐刘海好看一点。为什么？晚上好。我现在不甜吗？我现在不甜吗？王岩一直都是甜妹，好吧。我声音好听吗？我感觉不是很好听。好，去写作业吧，好好学习，加油。画质糊啊，画质糊，因为我开了高清，没有开超清。你平时说话也很直男。你看，你就很直男。刚才还有人夸我眼光好看来着。其实我每天的眼妆都一样，我就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
就是看出来不一样，可能因为我换了个美瞳吧。今天戴的不是日抛。谢谢肥肠送的南瓜派对，谢谢。可能是我有点无神。晚上好。我的画质很糊吗？烦死了，请我妈妈不要视奸我，我要给我妈发信息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我妈看我直播，我刚才一下子，我跟你说，我直冲天灵盖儿。哎呀，他应该走了，我给他发信息了，我说你别看我直播，然后他说他走了。我妈走了，你现在说晚了。哎呀，我真的，我现在我都出汗了，我给呀，我湿透了，我出汗了，我后背都湿了，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。我妈冲鸡腿的，我妈给我冲过那个公演鸡腿，但是那个提不出来。别说了，我现在已经开始脚趾抓地了，我已经尴尬的要死了。算了算了，说不定他经常就是看我直播了，只是他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而已。太尴尬了，我真的很尴尬。我是一个如果尴尬的时候我会疯狂出汗的那种。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。谢谢我妈妈给我的300天来了一个这么大的惊喜。就给我一种我在我妈妈一般直接给我转账，不要那个中间商赚差价。Hello， 晚上好。他倒没有跟我说他很高兴呢，我一会儿去问问他高兴不高兴。就有一种什么啊，就是你在工地搬砖的时候，你妈妈去工地看见你搬砖的那种感觉，你懂吧？就是有种那种感觉。完了，我现在我身上都湿了。能看见我的头发都湿了。真的，我贼容易出汗。你看，所以说这个300天快乐，谢谢。所以说大家在。谢谢黄一慈的黑眼圈送的巧克力。哎，这个确实你说的挺对的，我爸他就
跟我妈打赌，看我能坚持多少天。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忘记了，等我想起来了我再说。我妈想知道我在广州好不好。哎，还活着，她只要看着我能喘气就行。我妈现在对我的要求应该就是能喘气就行。现在还在一起坚持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是那样，不接受就算尽快乐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坚持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，不过还是蛮想他的。我确实是一个不太会就是坚持，就是我比较三分钟热度，对什么事情都是这样，所以他应该也蛮吃惊的，我可以干一份工作干这么久。我自己也蛮吃惊的，我竟然干了300天了，更吃惊的是300天了我竟然还没有涨工资呢，哈哈。吃惊不吃惊朋友们，我变得不哭了，我把照片都收集了，而那里呢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不应该不是说发工资，这个涨工资哈，就是300天了，竟然还没有转正。疯快乐，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跟300天之前，如果你们300天之前认识我的话，我不知道，也没有给我讲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跟之前的差别呢？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进步，或者就是还有就是不就是毫无进步的地方，还有进步的地方都是哪些？我吸取一下教训。我一年的时候，哎呀。不抱幻想的话就不会有落差。没有跟我讲要有那个啥。你们老说我要哭了。我是那么容易哭的人吗？公演绑马尾好看，谢谢。歌舞再好一点，这个再努力进步了。有小后辈吗？不是，他们这个事情你们不应该比我知道的多吗？谢谢阿龙送的恶魔头饰，谢谢只推西西，谢谢西西送的玫瑰花。有没有后辈进来？你们不应该比我知道的早。谢谢西西送的巧克力。我还没有见到新来的后辈。你们
又要重生了是吗？只听新人笑 不见旧人哭啊。我没有心过，只要我对恋人的快乐自然会感慨。哇，你们都认识。你所不知道的我是吗？不过我倒挺想看看，就是小后辈的，因为可能就有人可以拍我睡觉了，我的愿望要实现了。拍我睡觉的小后辈啊。哇，谢谢浪不动了送的皇冠，谢谢谢谢谢谢浪老师，谢谢浪老师，浪老师大气，给浪老师点点关注。给榜一点点关注。我之前就是有那个你所不知道的我是什么呀，就是我之前有跟那个小后辈说，那个要进来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哄我睡觉吗，他就同意了嘛，所以我就很期待他进来，我看看他到底哄不哄我睡觉。谁不是在工作呢？我也在工作呀。哇，谢谢浪不动了送的皇冠，谢谢，快点给浪老师点点关注，让我们看看浪老师现在有多少粉丝。他现在有8个粉丝，我们给他点到10个好不好？一个皇冠，一个粉丝。别浪老师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今天很开心哦，今天还行吧，今天有点社死，刚才我妈竟然看我直播，本来还是挺开心的，我现在一身汗。我妈可能就是想进来我直播间看看我还在不在喘气儿，在喘气儿的话她就放心了。你未成年，拜拜，好好工作。巧了吗？这不是，我也是未成年。你小学没毕业，你的12级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看起来不像未成年吗？可能是我化的妆太成熟了吧。其实我也没有比李万飞大多少。
后天不化妆是惊喜吗？我的万圣节就是不化妆。对啊，最近口袋可多 bug。现在好像不流行给榜一点关注了，现在流行什么呀？现在他们都是带货主播了，他们现在不搞那个啥了。谢谢恩老的皇冠，虽然还没送，但是谢都谢了。完了，我妈现在不会还在视监我直播吧？她好尴尬呀。我妈现在就是那种，我妈可能会觉得我长大了，孩子会赚钱了，虽然赚的钱都被中间商赚差价了。我确实，我现在手心全是汗，这辈子没有这么尴尬过。主要是我妈发了个弹幕，啊，这个美瞳好不舒服，看不怎么清楚。周佩西去上课了，谢谢 A N A G O E R I 送的糖果和恶魔头饰。周佩西不在了，他去上课了。这个怎么读啊？南卓日吗？你们老是改一些就是我不太知道的 ID， 我就不会念。真的吗？那增加肯定会念吧。这啥意思呀？这是动漫人物吗？我唯一会的三句日语就是卡卡西森森、拿乌多、萨斯蒂，这是我唯一会的。骂人的才不会。其实我的名字也有点生气吧，我那几天去医院，然后那个护士就说你到底你这个字念盐还是念蛋，我差点就笑出了声。时隔多年又有人叫我王蛋了。找一首歌，这么大喜的日子，放一首欢乐一点的歌曲。我的脸好热呀。太让人受气了。其实
就是还是不太想让我妈妈看我直播的，或者她在就是有的时候看我的微博啥的，就是怕她万一看到有什么不好的言论，就是比如说别人骂我呀会怎样，然后我就怕她会担心。他可能已经看过了。他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呀？是刘海的问题。我妈应该走了，我妈应该走了，我妈走了，他们也走了，他们只是来找岳母的，他们不是来看直播的。我有点奇怪。以防万一，岳母不在了，岳母去打麻将了，他可能觉得我直播也没什么意思。给粉丝做个灵魂洗礼，最近洗不动了，等我遇到了什么挫折之后我再给大家做灵魂洗礼吧，最近好像没有遇到什么挫折。你那头是棕色的，但是有点反光吧，可能我不想听歌曲。我每天都洗澡，谢谢。颜色太浅了，是看着有点奇怪。是啊，限定美瞳。又到了一个人对着麦克风说说话，把歌词写在墙上。这一就像一。我之前很喜欢听这首歌，你真的未成年啊？我以为你开玩笑的。今天啊，最近都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，
因为没怎么出门。裴姐回来了，就每天都在上课，忙着上课。Hello， 我在直播。我跟你说，食堂没什么菜了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去看了一下，就饭菜没了。我都有菜，你吃吗？算了，你吃吧。我吃饱了，让你点外卖没有？晚了。啊，你都吃到饭了。养生，我也想养生。啊，没事。啊，这个橘子。你平时 B 站发东西吗，小猪？很少吧。就是你的脸。哇，怎么这么好看？你在。你在无中生有，你在暗度陈仓。真的很好看，今天。那本人不好看，本人也好看。我直播也没有什么可安利的东西吧？我直播就是我一般直播都是聊天为主，我自己倒不会有什么，就是特别，就是。会整活之类的，我是真诚的两颗心相互交流。咱就承认自己业务能力差不什么、啊、确实业务能力差是一方面。我们是兼职女主播。那你直播一般都干嘛？我也很差不多，就是说话的，偶尔会唱唱歌。我一唱歌就没人说话，我一般一唱歌就没有人说话了。那你想，如果有人 KY 你的话，然后你就可以唱歌。也没有几个人 KY 我，主要是他们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开，今天有没有发生开心的什么有趣的事情，可是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。不过你们是不是上学或者就是在外面工作，会每天都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？我觉得在我们这儿就还好，一般般，没有说会就是遇到特别多有趣的事情。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宿舍，然后公司练习室上课，就没有别的事情。然后工作的日的时候就是去剧场。但不爱了那些借口，因为飞蛾扑火却又不停在放手，喜欢说一些暧昧的话。是的，我还是蛮喜欢跟大家交流一下思想。笑话太廉价，你跟许多女孩聊天从不许下承诺，朋友问起总说没人懂你，你很寂寞。喜欢充电你朋友圈，整天把脆弱挂在嘴边，总有发誓缠绕之间，爱着红头像二手烟。昨天看抖音，然后我看那个就是有那个就是段子，就是同学毕业之后去老师再回学校找老师，然后想想我高中班主任，我还想今年过年回去找找他们，因为我跟我那个班主任的关系还蛮不错的。他也是天天视奸我，他天天还在微博搜我的名字，然后看我的那个，就是微博不是一搜我的名字，第一个出来的是那个，
我的拉票，拉票宣言。真的吗？啊，就是官博发的那个嘛。要带几张？不用，因为我好像我的名字没有什么别的啥了。然后就是第一个视频来的，视频是那个我拉票的。然后他看完我那个拉票之后，他说你要好好练一练你的 rap。 啊， rap 不是我唱的吗？不是，我拉票宣言的那个我自己那个。哎，你应该觉得好，因为把你另外一个视频顶下去了。你知道哪个视频吗？那个东大指。我跟你说真的，因为我之前搜过你名字，出来就是你和那个怎么了？那个很 Don't touch my body， 你很青涩啊，青涩。丑呗。不丑，但是你懂。但是他肯定也看过那个，他应该都看过。真的假的？他好爱你。确实。哇，你今天好漂亮，真的。真的很好看。谢谢商业互夸，你好看啊，你好好看啊。甜吗？这个词可以一半就行了，一半。那拿着吧，吃不完，放着吧。哎，吃不完。你拿着吃吧。这菜说了吗？你要嘻嘻，你爱的人好多啊。开心？我不会开心，我会很尴尬。谢谢付冰冰送的糖果和恶魔头饰，我会很尴尬。他每次一跟我提这个事情，我就跟他讲，你别说了，求求你了。窗外的空气就像是你冬天的表情，下雨了，雨陪我哭泣，看不清我也不想。如果你被公司分配到了很不好看的衣服，但是你只能穿那件衣服，怎么办？他衣服的啥衣服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穿过。我已经能预想到他给我分配的衣服不好看了。那如果他必须让你穿，可是我没有买别的衣服，那就行了。你不是买了吗？你不是自己买了？对。但是我在思考这个。只要姐姐让你穿，你就可以穿呀。但是其他人都很好看，就是我不是因为这个事情，我是因为我追着一个团。哦。你分配的衣服很丑，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是我的话，然后其他人衣服都很好看，只有我的很丑，会怎么想？长个痘，好痒啊！用贵点的粉底液还会长痘，还不如弄便宜的粉底液。这个直播就是看王岩这个额头上那个慢慢开始变红。大家吃饭了吗？对，还吃了那个玉米。饿了就再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你我安静的抽离，无人知晓的剧情，我的泪流在心里。吃我，吃人是犯法的。你小心发言，你这让我妈妈看到了你就完蛋了。
继续把爱染透你。没事，我会跟我妈妈说你是个未成年的女孩子。有新人了吗？有吧，但是还没见到。我比你们还着急呢。我将会看到彩虹。怎么跑调跑得这么严重？好难。不难不难。你说他来着不去，没酒精他都不去，眼里是妈你妈你根本不用深思熟虑。你说他像只狐狸，把别人蒙在鼓里，你没有妈你妈你那他都置之不理，在别人嘴里他是一个。我们预备生都上考宝，哎，上就会赖你们。你有考宝吗？有，上的。这故事真的凶手，同样也会有你们。他只会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哭，止住他床头总是放着一本成年人的漫画书，看电影的时候关掉声音留下字幕。新曲不上吧，没有我的，没有车，目前没有车，就差你了，就差你了。进去的话还可以去上海玩一圈。我去尝尝家园很厚的滋滋。他做好了那么快。嗯。现在上海的疫情好一点了吗？疯狂涨多啊这一会儿。不是，我刚刚长的，你看这都红了。那应该这次有握手，上一次我们总选都没有握手。不过虽然我们上海没有粉丝，但是我还是想见识一下的。没熬夜啊，最近睡的是我人生这一段睡得最早的几天了，而且秒睡。昨天小猪说我躺床上两分钟睡着。我没去过迪士尼，因为我对那个不太感冒，而且不想排队，不喜欢排队。这可能就是我做不了萌妹的原因吧，我都没有什么迪士尼的物件，然后我也就是不太喜欢那个娃娃，不过我倒挺喜欢芭比娃娃的。现在去中泰剧院不用排队啊，小笨蛋。你去王岩的队列排也不用排队啊，小笨蛋。你看那个就是30号王岩的握手，王岩的见面会。就不用排队啊，小笨蛋。
小票那么贵啊？不会吧，这是店员，不是拆盘。那就没有办法了，你看我都给你说了这个假期什么的，周六周日那个不用排队的地方都给你讲了，你又不来。这个痘痘也太红了吧，我想压一压。那确实没有什么人派券了，这个就想的有点多了。电台也派券，电台自己都不来看好吗？我也好久没有见过他了。这个歌我一句歌词都没有听懂。没有，我刚刚他进来了，他进来祝贺了我的300天。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我无所谓，这样的感觉或许从以前就在。想去，那你咋不来啊？是什么阻挡了你的脚步，荣仔？是金那英吗？是中分，那你不能把这个事情怪在我头上吧？你们很奇怪，你们总是喜欢齐刘海还有双马尾。为什么你们总喜欢双马尾？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。哎，你我中分，然后不扎辫子就不甜美了。甜美是从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，好吧？有一种悲伤是小剧。天哪，这个门更紧，它可能坏掉了。好吃吗？它的那么假？还可以，我要留给他。至少人家的饭是可以吃下去。像我，
家里好像在这儿多待一个一两年，他就可以去开个饭店了。我也不郁啊，我就是也不郁也不甜的那种，我是个矛盾的产物。不过真的就是有人说我爷，可是我自己觉得还好吧。那我严吗？我是绿茶。Look at the star,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, and everything you do, yes, they were all yellow. 今天唱歌唱怎么样？太谦虚了，姐姐。哎，你都不知道我都。挺好吃的耶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张琪的声音。喜爱。很松吗？头发上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的 yellow。吃椰子鸡，但是我很久没有发东西了。如果我记得的话，我就这周去公，就是去剧场公演的时候拍。没有啊，拍视频，拍 vlog。如果我记得的话，希望我不会忘记。把我的相机卖了，但是你卖了之后，你有一天肯定还会再想要的。你知道摄影师的第一桶金哪里啊？没有看到啊。卖相机。可以拿你的相机给我拍照，我那个镜头算了吧，我给你20块钱，这就是你的第一桶金。你去买一个好的镜头，免费给你拍。
更牛吧。你看我长得像不像个镜头？也就你去外面拍一个。你们不是去写作业了吗？我再播十分钟就下了。Look at the stars.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. 哎。我刚说想跟江宇航连个麦的，他下播了、啊。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我呀？他怎么这样子啊？长龙没去呢，我去了，我肯定发东西在房间了。这不是日理万机吗？米卡。对，我也听说了，好像人家说长龙跟春运人超级多，这么好，不是、哎呀，就是去个仪式感吧，主要是天天也不出去玩，就出去转一转。天哪，我们好久没有出去了。你们去了，美女多不多呀？正经人谁去长隆是为了玩呀，都是看美女好吧。多呀，但是据说最近疫情很严重。谢谢韩诺送的荧光棒。广州现在有疫情吗？学校不都封了吗？谢谢韩诺送的荧光棒。那他偶然上不了了。嗯，杏仁女鬼是什么？我天天刷到那个帅气的书生鬼。其实我觉得那个人挺帅的。我也觉得，我确实这么觉得。可能因为生病了吧，生病了就瘦了。神秘北极圈阿斯加的圣殿，谁的脸？你差不多就行了。如果你一定要这样互损的话，我就开始，我也开始了。天气好，八号。我就希望过年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家那边不要有疫情。我本来暑假都要回去的，可是我都没回去。我已经一年没回家了，我妈估计都已经忘记我长什么样子了。寒假肯定要回去的。我还从来没有试过一年不回家。人多去长隆玩才有意思，你要是没有人去的话就没意思。就像我跟周北西，我们俩去云南旅游，大街上好像就我们两个人一样，好像那个城就是为我们俩而开的，为我们俩运作，好像那个地方只有我们俩带动了 GDP。 那也不一定，万一真的就是看到一些真的鬼呢，比如说真假混，
比如说我就是真正的穷鬼。笑死，真假混乱。我就是真正的穷鬼，确实。这个我觉得阿荣就是最身上最可贵的一种气质，就是你多损啊你。然后我也搞个电台，今天难得晚上没有排练。你这不行啊，你得进化一点，不能小偶像说你两句你就不敢再当一个色鬼了。又得买水了。既然选择了当一个色鬼，就要勇往直前的。不过我谁是色鬼不过我倒真的不太想当穷鬼，我想当个有钱鬼。怎么可以当一个有钱鬼？你想当个学霸鬼啊？那是不是就是？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看我因为我很穷嘛，我想当个有钱鬼，他肯定就是因为功课太多了，然后想当个学霸鬼。那阿荣呢？阿荣是为什么想当一个色鬼呢？因为母胎 solo 单身吗？给他推荐一个节目，让他去上。非诚勿扰，是最近优酷新开的那个，必须要求母胎 solo 的人。哦，我知道那个节目。可是节目组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谈过恋爱呀？这个就是靠自己。自觉。噎死我了，是这个。所以我是在狂喝水。也没。大部分时候没有，我一般都会用我长得好像条狗啊当我的封面。他没有，他还是挺专一的，他一直喜欢姜育恒。不是不是，88分就是你的最差成绩了，这可能就是世界的参差吧。这个世界上相信什么都不要相信别人说我只爱你，尤其是河粉，尤其是句句。金娜英是哪个团的？不认识。红贝贝吗？红贝贝没有叫金娜英的。赖特萨姆是什么？我在说事实，好吧？是吧？是吧 ？BB，FBB。那我活的也太
那我活得也太痛苦了，我一直活在自我的欺骗中。拜拜，好好学习吧，加油。真不错，大家都很自律。如果当时我有这么自律的话，我也不会，哎，说多了都是泪。快去学习吧，快去学习吧。哎，你不能这么说，你这就是在脏我。我以我的人生进团了为荣，好吧。我以我成为一名小偶像为荣。如果一个北大和清华，然后还有一个机会是，就是如果给我个机会让我选择进北大清华，或者另外一个机会是进入四八，我肯定选择进入四八。因为就是我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的公司。大家不要以为我笑是在掩饰我的虚伪，可是就是其实是发自内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喜欢，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，就是天天忙得要死还赚不到钱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太让人着迷了。就是这种感觉你懂吧，就是你要死要活都赚不到钱，怎么都不会给你涨工资，这种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就绝无仅有了。我爱死吧。不假不假，发自内心的，一定让我要让我把我的心挖出来给你看一看吗？不行，如果你这么说了，这个就像就是那个，如果你说我吃了你两份肠粉，可是我只说我的胃里只有一份，我就把我的肠子抛出来给你看一看。我懂了，下一次我们。谢谢江姐发来的发电，谢谢江姐送了一个发电，谢谢江姐。江姐，虽然你还没有送，但是谢都谢了，总不会没有吧？江姐怎么不说话了？江姐充钱了，看见、啊？你确定是看见我就来电，不是看见我就来气吗？江姐今天出道300天有什么就是那个感想吗？江姐有没有什么感想啊？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其实我还是不知何物。那你有没有就是什么觉得这个我们携手并肩了300天，就是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，你懂吧？就是你懂我意思吧？你说。那就先谢谢你送的发电了，江姐。对，我们没出道就住在一起了。哎，你是几号几月来的？你是11月来的还是12月？哦，他比我晚进来一周。那这么说，我们俩认识有一年了。没有，咱俩认识有一年了。对啊，十一月不就一年了吗？不是马上就一年了吗？
哇，江江记得好准啊！那我们是几点相见的？你还记得吗？当时我跟你说，我见江宇航第一面，我觉得他长得可纯了、啊。他那个时候真的比现在就是看着要纯。哎呀，也不是说他现在不纯的意思了，只是当时我就觉得。不是土，他们脏你江姐，他们脏你，他们想借着这个弹幕就是嘲讽你，他们太坏了，他们坏，对你，我们江姐那是纯，他那个时候是就是扎了个单马尾高马尾然后进来了，然后我们好像认识第一天就出去那个一起去逛超市了，这都是命运让我们相遇，所以说我在这里收获了朋友，收获了很多朋友，这就是我的那个。就是我的那个收获，所以说如果让我选择上清华北大或者来四八，我肯定选择来四八，你懂吧？你才是坏女人，我一点都不坏，你坏，你叉叉。我说真的江姐，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如果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选择上清华北大还是来四八，我肯定选择来四八，因为四八有你，四八有你了不起。我把江宇航膈应走了是吗？江宇航又开始脏我了是吧？江宇航你怎么回事啊江宇航？你怎么这样子啊张宇航，江姐一会儿下来聊会儿，江姐下来整两杯，好久不见我江姐了，一日不见度日如年。我的意思是就是一起住的时候，毕竟一起住的时候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彼此。不要那么官方，不是，我只想聊点不一样的。透明 NK 是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如果你一定要这样互相泼脏水的话，
那我们就拔刀吧。对呀、啊，张宇航真的很机车哎，真的超机车的耶。好吧，这就是饭随偶像吧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这就是饭随偶像吧。就是因为你变成了这样，所以我才觉得你没有当时纯了，你懂吧？别说了，以后直播间粉了，这么大喜的日子里，你吃饱了吗？你吃你的饭吃饱了吗？你没去食堂拿饭、啊、你做什么辣子鸡啊？但是辣子鸡本来就是有点柴。谁还能活过来？伤心的我，江姐想听歌吗？我给你唱一首歌。你想听什么？你真的很机车耶，张宇航。要不是因为今天是我们俩大喜的日子，要不是因为今天是我们俩大喜的日子，我是绝对不会要求你这个无理的请求的，我不会答应你这个无理的要求的。今天西西唱歌被老师夸，是不是特别开心？我觉得也算是。进步的空间，真的。他自己先说的柴，他说啊，可能有点柴。我本来其实我可能都没有唱出来，但是他先说柴了之后，我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有点柴。我找不到范晓萱版本了。You can talk, you can say, 所以说，我就不会去。找江宇航吃饭，我就知道会是什么结果。哎，江宇航真的是见证了我好多好多，就是见证了我一步一步走来。你很机车哎。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，用眼泪。希望我们俩可以携手并肩，希望我们可以互相支持。是啊，是张惠妹的歌，但是我找不到张惠妹的版本。希望我们在彼此的人生道路上成为对方的良师益友。江宇航的粉丝怎么这样啊？什么舞台？我们一起合作过舞台吗？哦，你说话呀，我们好像就有一个舞台吧。江姐，我这边建议你直接去找 GNZ48 中嘛。他还在那个
哈，我只看到你后面两个标识，就是大小。我截图了，你要是这么说，那你也太把我当朋友了，我太感动了。我这里天快要亮了，哪里呢？江姐，我爱你。为了你，我放弃了北大跟清华。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我变得不哭了，我把照片刷起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哪里呢？啊，河南啊。啊，河南领证就是荷兰是吧？对不起，我太直了。你那点小伎俩是搞定不了我的。请你自重。好吧，那江宇航欠我一个为爱发电。懂了懂了，如果江宇航不给不起的话，那江宇航的粉丝总得给吧。笑得想死，我变得不哭了，我把照片都收起了，而哪里呢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，就算一点快乐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？我记得。江姐，快看丁丁。丁丁的那个万圣节服装安排，我要看看我穿什么衣服。哎，服装部给准备的衣服还挺好看的。让我看看我的是啥。啊，我也太丑了吧！第一张最后一个，这也太丑了吧！机会是怎样？太丑了，我很敷衍，我就好像那个买一送一送的。30号，你看。还行，那个衣服穿起来好看。你不觉得我的就是最廉价的那一个吗？跟别人的比起来。如果我们现在在怎样？笑得想死，他给大乔安排的这个也太……增加那个也好看，好可爱啊！好吧，我回来了。大家的都好好看，有预告吗？没有哎，不能给你们看，但是会有很大的惊喜，你懂吧？
就是惊喜惊喜，很可爱的。你买的啥呀江江，你买的什么衣服？可是我说江江，你买，但是你买的衣服我也穿不了。我没有看到你的呀，你的在哪儿？张幼宁前面。哦，你的这个挺好看的。其实本来我是想自己买一套的，但是我也想这个囊中羞涩。几座人数，我贷款买万圣节衣服，然后穿一次就没了。可是我没有东西抵押耶，一无所有，游梦而已。啊，他怎么倒了？偶像身份可以抵押十几几十万，真的吗？在哪抵押呀？说来听听呢。准备下了，我播了好久了。大家虽然也不睡，但是还是提前晚安吧。真的吗？小偶像这么值钱吗？就算很糊也可以带个几十万吗？不，不要跟你八八，我要跟你九九，不八八。江姐下来聊天啊，江姐。你自己在上面吗？我去找你玩吧。他怎么不回我啊？他要走，不走你养我呀？哎，你自己先提的这个词好吗？快去看你的直播，你自己在那说，你说可能会有点柴，然后我说好像后面我说柴了之后你，嘉宇好像去你直播间了。Uh-huh. 他怎么乱窜呀？他这个女人好不专心专一呀、啊？对啊，不像我，我只。看他的直播，呵呵呵呵。拜拜，晚安。虽然你们不睡，我也不睡，但是还是晚安。